将温度100度 C 200克的金属块放入50克20度 C 的水中，达到平衡之后，水的温度假设是60度 C。那如果没有热量的丧失，则沙子的比热应该达到多少？各位，这是没有热量丧失哦，没有热量丧失，我有教过你怎么算，应该是高温放了热平衡嘛，高温放出来的热量应该等于低温所吸收热量。啊，或者呢，我可以把所有都假设是吸热，有没有人放热？没有人放热嘛，所有人都吸热。所有人吸热哦，没有人放热哦。那所有人吸热代表平衡温度很高，平衡温度很高。所以呢，我可以用，如果所有人吸热，就 M1S1T-T1， 再加 M2S2T-T2。没有人放热，所以是等于零。所有人都吸热，没有人放热，利用这个概念去解就好了。那用这个式子来解比较快哦。好啦，200公克的金属块，哈。200公克金属块哦，好啦，那这温度这边是200公克，这比热我不知道，比热我不知道，再乘以温度差呢，温度差最后是60度 C， 所以呢是60，平衡温度写在前面，减掉100，再加上50公克水的比热一，再乘以20度 C 的水中哦，所以是60减20等于零。特别注意，把平衡温度都写在前面，把平衡温度都写在前面，你把平衡温度写在前面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这个方式写法就是把平衡温度写在前面啊，不然当然你也可以，当然你也可以先，你也可以用高温放热等于低温吸热来算，有没有问题？好啦。那这个可以消的，把它消掉。这里是不是4倍？这里40，负的160S， 再加上40等于零，所以呢 ，S 等于多少？160/40嘛，是不是得到1/4？是不是0.25卡除以刻度C？所以呢，这个的比热，这物体哦，未知的物体，它的比热是多少？0.25卡除以刻度C。